好，我们看第二题，他说不计空气阻力啊，在地表附近呢斜向上抛，在地表附近啊斜向上抛，物体在空中运动期间哦，不变的量有哪些啊 ？A. 牵子速度，牵子速度会变的哦，因为它有加速度嘛，所以它速度会变。水平速度不会变，因为水平方向不受力，所以 B 是对的，水平速度不会变，加速度也不会变，加速度是 9.8 往下，所以 C 也是对的。好，所说的静力也不会变，所说的静力就是重力，所以重力也是不会变的。牵加速度会变，为什么？因为是让它速率的话会变的，上去越来越慢，下来越来越快，所以速率对时间变化率会变，所以它加速度会变，所以 E 不要选，所以答案应该选 B、C、D。